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陈老师。本期视频咱们是带来轰炸机啊，先给大家录一个啊。那么这场比赛的话，有三辆这个凤凰，他们都是拿那个轮胎换的。你看都是白嫖玩家，带的宠物和飞虫都是白嫖的，但是并不好打，因为凤凰多的话也是真的非常恶心啊。开启的话，咱们这个启动加速啊，这里的话直接是双吃啊，咱们直接复位看一下，扔出水蚊子和水炸弹，看一下能中奖能中几个。中了两个还是不错啊。那么目前的话咱们是倒数第一，但是问题不大。前面的话咱们可以慢悠悠的吃道具双刺啊，燃烧弹射出去。那这个车的核心道具的话就是燃烧弹啊，咱们这小飞机直接起飞了啊，撞墙撞了一下啊，咱们直接拿到第一啊。这里的话又是哎我靠，那这个燃烧弹的话，如果是你在受水蚊子或水炸弹的状态，燃烧弹射出去它的话也会被命中的啊。这的话咱们放出蚊子，我放出普通导弹给我燃烧弹，我这波想来一波反向，但是前面不敢反了，犹豫了一下没反好，这一个燃烧弹又白给，哎呀我靠，起飞又失败了。那这里的话咱们往前冲啊，扔出香蕉皮，看一下比赛是来到第二圈，这里放出白盾啊，咱们飞碟干扰第一名啊，蚊子呢放出去，哎呦我靠又被打了。这里的话它是这个火焰导弹啊，也是一样的啊，这个减速非常的厉害。那这里的话咱们撞墙双吃啊，放出那个普通导弹，这个车在使用普通导弹的时候也会给我燃烧弹。咱们这里看一下小飞机能不能起飞，起飞吧小飞机。我擦啊，差一点点啊，这个又没起飞成功啊。看一下没关系，咱们还有第三次机会啊，第三次机会啊。目前的话陈老师处在第三啊，这个开车这个前面第一名好像领先的有点多啊，所以说我有点着急。这里的话白云的干扰，我撞墙撞了一下啊。好，这里的话呢闪电这个宠物是守住了，咱们赶紧要用这个燃烧弹去打这个第一名。哎，这里的话赶紧复位，还是被这个天火给打到了，非常的恶心，因为这个凤凰确实是比较多。那么比赛来到最后一圈，我依旧是倒数第一啊，啊这在干什么。好，又是一个燃烧弹咱们射出去啊，我这里的话已经心态有点崩了，因为这个天火呢实在是太多，这里又没吃到道具，但是没关系，咱们有个隐身弹，这波刹车刹一下，看一下前面的话呢，咱们好燃烧弹射准备射出去，这里就要起飞了，小飞机准备起飞， nice。我靠，这个这里这个没有关系啊，咱们目前是第六啊，但是我感觉啊这是我的心态是有点崩啊，隐身弹去往前冲，我这里的话哎这个操作不好了，心态有点崩，放出路障啊，一定要稳住，好燃烧弹射出去，哎这边又撞了路障，好给我个隐身弹去，最后小飞机直接冲啊，小飞机冲啊，闪电蚊子搞死他们，最后一个隐身弹去 nice， 小喷 nice。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啊，这场比赛虽然说是没有暗器啊，但是有三辆凤凰真的是不好打啊，真的是不好打。你看这个第二名是不是个人机啊，应该不是人机啊，他宠物的话换过颜色的啊，我看他没有飞虫嘛，以为他人机，应该不是人机啊。好，这个小飞机的话我会多传几个视频啊，那么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各位，拜拜。